我看你们都太菜了，来，今天你们三个一起上。哎呀，你这么狂啊，还让我一起上？哎呀，你过来，我上、哎，我来，你当凶手。那我先走啊。走，当头炮。他就不信。哟。上马。上边马。先出局。我也出局。击毙。这么狂的人我还没见过。是假炮。出局。你还想上马来上，上来我就吃双。出去。这不是把马给你压住了吗？哎呦，哥那马压住能干啥呀？飞个边下。别让他上来就行。吃不上。压住就行了嘛。来，再把这个局压住。继续。他来吃我的马，算了算了，退一步。上士，打掉，对局，对就对，来了，吃币，不好啊。看咋办呢？换一条就行了，咋了？人家中炮，他要又拆，打上了。哎呀，拆炮，拆掉我再打上就行了吗？他吃马，你对我这还吃炮着呢，多吃一个。好，出帅。先出来，退一步。那马活不下，你要是活马人家，没吃上，不像吧？没吃上。将军，上士啊，上丢丢了，敢吃吗？腿炮。兵打掉，举退一。哎呀！哎呀，给我来停栓啊！哎呀，将军，进来。吃炮，炮躲一下。吃我兵！你上马看住吗？他能局看着马，马看着兵，他能吃上吗？先把兵打了，不急。我也吃兵。看吃炮咋办？将军。将军吃马。我将军着呢。上士。他如果上象，我出将给他来个铁门栓。这样啊。上士了。出老将吧。出啥老将？现在将军吃马呢。将军，我对局了，咋吃马呢？不出，我就吃个士。他想将军对局。将军，多吃一个是一个嘛。退局。咋办？那我再吃炮。再将。我就对局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退局。不对。不对，你就吃炮，我就吃。还不对。将军，我的兵种比他好吗？来，我就对局，他还少个士。退局。吃这个炮，现在不吃那个。对。将军。来，你想玩没玩啊？对不对？再退局。没完没了。算了算了，我变招。我变招。什么？打我们兵。
哎，我上去。吃掉了。我不打回来啊。击毙。咋办？嗯，我再吃炮。击毙。交更了。哎呀，我出来。击毙。哎呀，人家过两条兵啊。回马踩兵。进去，嘿嘿，来，啊，这个骗，这个骗过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不错。退去。退一步。哎，对呀。这个骗过去。进去。哎，又过来了。哎呀，吃炮。将军。你找的就上来了，再下上马，咋的？上帅，啊，他就怕你将军呢。将军，我退一步，我再将。什么？这啥意思啊？看住兵了，不然我将军吃兵了。哦，这样啊。你回马登兵吗？回马再踩。哎呀，江兄，让我下来。你咋的？退去。江兄先，不能吃兵，吃兵将死你呢。不吃。出帅。这也吃不上吗？再将。进来，你还能砍头，不然僵死你。嗯，啊，行，将军，出来，砍住，砍住头，不然僵死你。进去。哎呀，马又压住了。回来，回来。底下给你吃。是有救！哎呀，快去！吃破，吃破！我看住。飞边下。兵都不让吃，马也上不去。进左。行个，别跑！我再进左。打将去呢，将就将，击毙，上士，下个地炮，将军就上来了，将军我上来吗？进卒，将军，上来，再下，哎呀，完了。往这路，往这路。上次他把这个拱掉了，他改吗？哎呀，他改吗？哎呀，那行行，我听你的，我上次你听我的，他改拱吗？哎呀，退去。哎，拱掉车给他上掉。对呀，他改拱吗？嗯，现在拱，现在拱咋办呢？现在啊，你不要了吗？上马就行了吗？哎呀，行。公社真该攻啊！哎呀，将不了军。上马登车，踩车。嗯，他打不掉吗？他打掉就再攻。将军。哎呀，这人家打着呢，怎么？击毙。人家还不打。哟，进去僵死了。哎呀，只能下士了。都是给你拱了。那现在他能将上吗，局？撂地炮。哎呀，局咋将上呢？退局。你不如吃炮。还吃啊？哎呀，吃啥都没用，这这样将。对呀。还能这样将？哎呀。